Yes, Love。我们又是再一次来到101的 Love 的，又要登高赛。Full of love, we love this world。太 love 了啦 ，OK。太多元了。在这之前，先跟观众解释一下，不然人家会以为这集是重播，以为点到101登高赛那一集。我跟坤达哥再一次合体。你叫他坤达哥，他会找妖，你不要叫他坤达。对，你不要叫我坤达哥，跟偶像坤达，偶像坤达。OK， 再一次合体，然后呢，要再来挑战101。挑战什么呢？挑战这个最重要的每一年的年度大事，年度烟火盛会。今年最好看的烟火就是坤达跟我两个人做人肉烟火，你们两个人会绑在上面吗？然后射出去，然后炸掉，砰！第一个从101登陆火星的两个人，从这一边，我靠，真的是有如台哥破敌这样。两位今天有可能要担任101的烟火那个放置员。就这样子，我们要去放烟火，这还 OK， 不要洗窗户就好。他哭嘞，哭了，他自己流出来的。洗窗户是下一集。然后呢，因为今年的101啊，听说烟火之外多了很多很多很多全新的一些设计。对，所以我今天要隆重介绍，算是101系列史上第一次，是由两位主持人配上两位嘉宾，还要两位嘉宾，还有两位嘉宾，你猜猜看是谁？泡泡 and Laura， 耶、yeah! yeah! ！欢迎泡泡，欢迎泡泡，我是黄泡泡，我是黑露啦，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他姓黄，你姓黑啊，莫名其妙。还姓吴啦？哎，那边要跟所有的观众解释一下啊，他们三个人看起来好像是同一个色系，对不对？对。其实原本的色系不是这样，原本是这样，台哥穿黑色的木曜 T， 然后跟白色的木曜 T 的坤达哥是一组的。OK。他们两个是同一个色系， yeah. 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呢？因为老大人胃寡，把温妮的外套干去穿，竟然可以穿上，太离谱了。Oh yeah， OK。所以其实有练有差的， OK。有练有差。好了，我跟你讲，不要哈拉了。我觉得今天这个工作非常非常的特别。我先请问四位，有接到跨年场吗？我跨年场，我真的是这样，我每年的跨年都是留给101的。Yes， yeah， 新年快乐 ，You bet， OK。就是这样，又都在这边打工，对，在这边打工，在这边看烟火。如果有接到的话，可能要跟四位说要委屈，请你们退掉，因为烟火是肯定是12月31号就会爆炸，只能在那天放了，只能在那天了，不可能天还有哪一天可以预录。为了我们预录，他花多少钱？现在天气很冷，我们赶快上去跟学长报道一下，看看说这个工作到底是什么，很神秘，而且能够参与到这样一个神秘的工作，我觉得很了不起，知道这每年这个烟火到底是怎么办。而且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是已经忘记那个恐惧。当初你们在101那个烟火台看的时候，那个烟火是要走到很外面的。你们两个在外面，我们在那外围绕过一圈呢。请看 VCR， 平常能够来这里的，都是会被烧掉的。为什么？因为这边是烟火的放的地方。跨年的时候，没有错，在架烟火真的是会出去。等一下，等一下，很外围。等一下，等一下，那风很大。不是，该不会我们要出去吊挂这些烟火？当然，不然要你们俩干嘛啊？对，再找两。有特别来宾会去。他们在旁边说：“我们在旁边。”坤达哥很危险，不要。然后说：“阿公。”然后你们两个就你们两个说：“阿公。”那时候会有照片，不要再闹这些东西。他的意思，我们后置好不好？不要再后置这些乱七八糟的。阿公，你趁现在笑一下，不然那你们又是哭的，嘿嘿。对对对。阿公是他们叫我做的，不要骂我，骂他们。报到了啦！报到了啦！101烟火秀了啦！开始 ，Yes。现在是怎样？他们都没事，越过都没事，越过四个人，沒過没见过这个。对对对，哎，反正可以给你拍照。因为跟我拍照的机会很难，可是跟他们四个人拍照的机会比较多。聪明。阿不就很秋。Yeah!
样，这是最屌的。我们现在能够这个来参与101的烟火盛世，我们现在要欢迎这位这一次 Party in Taipei 的这个主办人之一，欢迎 Andy Yang。Andy， 好，欢迎 Andy。Andy， 哦 ，Andy 杨 ，Andy 老杨，老杨。一生必来一次的话，我们只在台北。你先不要看，你先听学长好好讲一下。为什么这句 slogan 是谁想 ？You you and me 啊？当然不可能，叫总经理想。总经理一名啊，总经理一名。所以一生必来一次的跨年活动，希望都是在台北。没错，这个是有一个原因的。世界最高的是杜拜，去年他放烟火是烧了。那对台北夜莺或对台湾来说，比较台湾之外。所以我们今年活动。又是扩大举办，没错。今年等一下跟大家介绍，要拜托一个国际级的活动，他们是国际巨星、国际团队又要来。你是国际团队吗？我觉得今天哦 ，Andy Yang 学长在这里呢，当这个职位相当的这个大材小，我觉得你严重了，应该去当总统府发言。真的是虎烂，这个不是老梗。所以今年有什么特色？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以往现在要跨年的时候，就是那一支，大家都是想。炸了，然后就没了。今年不行，今年我们在烟火之前，很无聊嘛，干嘛办 party？ 好期待！限多少？限1010张。哇，1010，就成年了。要这样，不如限姓名。那可以问一下价钱吗？我们早鸟票2999，包吃包喝，包上观景台，烟火怎么看？可以上去哦，可以上看烟火。对，我靠，这个太划算了，我的妈呀！我们老鸟票，对，有一个私底下的这种公关票，公关票，贵宾，贵宾票，对 ，VIP，VIP，VIP， 他真的应该到美国白宫去上班。大家好，我们让学长把整体的活动说给四位听。那今天我也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到底有哪些活动，那些烟火。OK， 好，看看一年一度最盛大的一年。It's night in the city, and I'm on my way back home. Humming on my favorite ditty, swinging like Natalie Cole. 接下来，烟火这件事情，以前呢、看烟火，第一秒看到火，第二秒看到烟，第三秒心中非常。接下来就因为就看不到了，都是烟了。今年我们特别在设计的时候考量的东北季风，有没有？等个3秒5秒，放一放，要休息一下，烟火才算好。既然都讲到这个，我们已经忍不住了。听说你今天是找我们来放烟火，是。所以台哥是假装是烟火，然后放烟火，是不是？对，一日烟火员，一日烟火。可以讲这些废话。其实烟火很重要，要交给最重要的人。等一下我们四位是不是就自愿？只有两个，怎么办？你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整个是一个 party， 所以有人要跟着烟火，可能有人要在 party 的现场。就像我，如果我问你结果问题，你是不是想说故意把名额设成两个，我们就会派比较不天的那两个来放？这边隆重宣布，烟火师是温央。他在史上第一次10点半烟火就着起来，我两只就病了。所以可能是请台哥跟我们担任神圣的烟火员。说实在也有点辛苦。第二件事情是，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任务，国际巨星台哥希望可以接受这个国际级的任务。好了，既然如此，就这样子承担下来，承担下来，一日烟火，出发了，出发了，一日烟火正式就开始。好的，这个设备地方就是比较这个一般人比较不会进。就让他来跟总经理报道，我们是报道，总有一天会去跟总统报道。可能有一天，川普 ，you know， 不会是外国人了、yeah. 不会跟你讲总统报道。拿过来一下，这边是很安静的地方。最后大家都会跟讲总统报道，好不好？不一定啊，不要在那像我可能跟特首报道，不一定。算什么总统？我去。
徐老师，我们进去之前，我先问一下，总经理看过两位的英姿吗？毕竟他们爬过，在这边当过安管人员。有，总经理非常熟悉木曜丝绸。哦，真的、啊？他不是熟悉施工情，你确定吗？我怎么会？这样子会太夸张了，不行，不行。欢迎谢谢，除了烟火，除了那个灯网，我们是半趴，你知道吗？就是为了年轻人，所以今年的工作分配很特别。你们两位呢，做过八十几个工作，对，没有，八十几个工作只有他做。每一个工作一定会有做到的，那个公司是什么？我知道，清洁。两位从清洁开始，基层开始，我又去想一下，要清洁，这个也有清洁。逢年过节，大龙炮放完都有那个灰在地上，你要去扫那个灰。余火要确定要熄灭，绝对不能再留下来。等一下，所以他现在的工作是101放完之后，他要去清那个灰。清灰的那个工作比较彻底啊，去清。通常是我清，因为他们都是长子回去拿那个剪。不管怎么样，都是给我们一个荣誉感嘛。我们要让全世界看到台湾。这个才是我们这个此行的目的，好不好 ？OK 了，去拿扫把给你了。来，所以本来是要放烟火的，刚好副总是同学，就变成清洁工作了。一日烟火清洁工，开始。又变清洁工了。木曜丝绸。好了，到了我们要清点烟火的时候了。但是因为这个清点烟火啊，相当专业，要很谨慎。我们一定要请到消防局来督导，没错。我们消防的这个弟兄们啊，没错，来做监督。我们是外人，是没有办法来。等一下，没错，坤达哥就算了，你是当过打火弟兄的啊，那当然，没错。桃园第几分队讲出来？哎，好不好？我有看那一集，你在玩那个机器假手，那个对不对？哎，对，请看 VC 啊。你是没力的，不是我在走。我想跟台哥玩很好玩，因为你会很有充足的休息时间。所以我曾经当过打火弟兄，我自己本身也有消防的这个资格，所以我是可以碰的。坤达是完全不行，我不碰啊。现在我们就要来问一下，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我们消防局的弟兄伙伴，是为我们一日，然后为所有国人揭秘这一次到底烟火的清点，然后这个安全性配备怎么样，都是非常非常神秘。是揭秘这些，没有，其实很简单，就只有开箱而已。其实讲白了，这就开箱文了。开箱了啦，交给我们烟火弟兄。是，什么烟火弟兄？消防打火弟兄啊，烟火弟兄啊。算，学长，你好，您贵姓？我姓李。是，每一年都是由贵单位来清点。对，每年我们消防局呢会派各中队啊，然后来自101这边来协助清点，协助清点。所以在这个检验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要先看它的数量？我们就是要清点数量，它每一箱的烟火的数量，进货的啊，跟我们这个清点的数量要一样，要符合。对，然后最后释放完以后，我们也要去清点，已经释放几发啊，几发未释放。中间还会有可能有一些未爆弹，对，像未爆弹我们怎么处理？通常会浇水，浇水啊，就处理掉，对不对？那你就开始点了，所以说一箱应该是有70个，对，
对，这一箱是70。第一次看到原来101的烟火长这样。70正经，学长这样一箱70个，对不对？一次101大概需要释放几盒？我今年有18000发，18000发，18000发。我跟你讲，现在所有弟兄们在疯狂的在清点，那就诚如刚刚前面所讲，这个必须要是真正的消防员，他才能做这件事。清点完之后，我们帮忙搬走可以吗，学长？运送其实它有规定，因为我们会封箱，然后包括整个过程运送都必须要依照流程，不然怕被人家掉包了。哦，是有道理。那没关系，我们如果在旁边有什么需要，我们两位协助，您请不吝指教，我们一定随传随到，好不好？好 ，check it out，check it out，check it out， 点完了运送 ，yes。跟这个组长报告，哎，组长，对，应该是今天这些都无误了，但是好不好？辛苦了，辛苦了。对，你看我们能够这样欢庆每一年的这个跨年，都是各位弟兄辛苦了。是，弟兄不仅平常要保护我们的安全，连这个欢乐喜庆的时候，他们还是要在旁边，嘿嘿，还帮忙放鞭炮。是，我们做安全的把关。哎，辛苦辛苦辛苦，谢谢。OK， 谢谢。这个厉害，我们现在是来到58楼，58楼呢，这个就是我们在跨年烟火晚会的时候啊，心脏地带，没错。那我们现在就请这位大学生，那我们来欢迎超哥。好，超哥请这边。终于见到超哥的这个真面目了，你好，你好，这位是坤达，你好，超哥你好，超哥您贵姓？李牧师，李老师，李老师是，李老师，您从事这个烟火的这个烟火秀大概有多少年了？大概有30年，30年了，那所以说像这样子要安排一个101的跨年的晚会的这样的一个大秀的话，是，从我们筹备到最后完成，大约的时间要多久？大概3月份就开始，哇，就一放完烟火，过一个春节之后就开始要新的。那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烟火它是牵一发动全身嘛，我们怎么知道说，哎，这样子设计的走的这个电路这样走就是会 OK 呢？这有没有一个实验的这个试爆啊，或者是试爆的话，是我们可以在工厂去模拟，或者做一些样品去试看。是是是，当然有没有激发，就是我们烟火安装上去之后，我们的电脑系统每一发都可以去侦测到它有没有通电。到时候是用滑鼠放？我们是这样，我们用 Tango 的同步的技术，滑鼠点了 Tango 一走的时候，它的音乐、它的动画、它烟火一起出来的。我靠！哦，是哦，史上最紧张的滑鼠。我靠！我这样，哎，我听到就觉得很兴奋嘞。对啊，哇塞！我们有非常多的20部的电脑，然后有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电线，哇，还有很多的乖乖。哇，很多的乖乖，希望他们乖，希望他乖乖。哇哇，是不是？哎，哇，要20台电脑。对，10台电脑燃放，另外10台是备用。我们启动的时候，我们是20台一起启动，万一有一台电脑故障，换 ，OK， 马上5秒钟之内把那个防护线插过来，就可以继续放，就不会停，会不会动？就不会停，就会停了，就会停了。哇，也是，不然你倒数完，好紧张，怎么可能等烟火？他万一没放多久，他一定不能。我听到都觉得好紧张哦，完全有那个画面哎。那个年轻人手是这样吗？
说曹哥是这边吗？这个吗？这个吗？这种事情说你会这样，所以今年的这位总指挥官，到时候我们也会见到他。当然，对不对？哈，当然，我们这么大的一个event，我们不可能只有靠单一个滑鼠决定一切，对，包括了音响有独立的系统，烟火独立的系统，动画独立的系统，我们其实都在听导播导播。那所以大家都在 stand by， 就是比如说他启动滑鼠，是一旦有误差的时候，其他的人会一看他的信号没有进来，他会启动手动。What? 所以不论怎么样，我们都不能够完全依靠一个讯号。我懂，它的防止错误的有好几个关卡，万一哪里出问题，第二个人可以补上，第二个出问题，第三个再修，再修，再让它修到对。好厉害！哇，好屌哦！必须要这样，好厉害，好厉害！有点太紧张了。这回是我听完就紧张了，怎么讲？这回是我们人生中最紧张的一个过跨年，从来没有这么紧张的跨年。我都没有想到过是这样。真的哎，那今天要请问超哥，请超哥告诉我们说，像烟火的设计图是怎么来的？怎么样才可以想象说要用什么图案？超哥帮。我们上一个烟火小教室，好，所以说我们今天可以跟超哥一起学习学习，那就要进烟火小教室了。好啊，在这之前，我想问超哥一个我私人的问题。你说，超哥过年少打麻将对不对？因为你是台湾的放炮之神，没有人比你会放炮。没有没有，超哥现在都玩德州扑克，比较不会放炮的问题。OK， 好了，教室了，马上开始烟火小教室。好，切了 ，Yes。听说有一个很兴奋的消息，怎么样？等一下可以让你们装出烟火的第一号。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他烟火弹要装到那个板子上，今天可以让你装那个天子第一号，俗称台哥发射一号，跟达哥发射二号。一号、二号我们可以。OK， 还是想当零号都可以看。可以。在装之前呢，因为刚刚李老师说可以看一下那个。对 ，Andy 哥说要给我们一个礼物，抢先看今年的101烟火的模拟动画，长达360。因为我们到时候会在里面，我们可能看不到。是是是，那你先看一下。先看一下，先看一下。来，谁接起来，接起来，来。Nope。好了，我们先看动画了，来 setting 一下。今天也请大家在现场工作伙伴，因为当天可能也看不到，所以先让大家看一下。对，所以我们要微倒数一下嘛。对。一个倒数，三、二、一，播。二、一。Your bad memories to bed. I could be the unsung hero. I could lay the world at your feet. Baby, if you'd lean on me, I'll hold you up for all to see.
这个我们刚刚装好的大龙炮，好不好？嗯，经过学长改了以后，变成四面八方一起发射，更有设计感，厉害了！改的跟我们装的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个线都收的超好，收的好漂亮，这样子你看，就一捆一捆的，有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个呢，我们两个人要把它抬到这个位置去。天字第一摆，天字第一摆。听说在摆之前呢 ，Andy 学长说希望你们可以在板子上面留下你们的签名、纪念，可以吗？哇，这个真的是太了不起了。那我要写昆达，昆达来了，来了，台哥去了，台哥去了，昆达来了，台哥去了，可以。没来差低。现在外面已经冷，你看到这个风没有？一出来风就不一样了。真的，哎，真的很奇怪，你为什么头会满到超过钢盔呢？我希望你可以先关心一个事情，我没有穿外套。哦，没关系，你可不可以动作快一点？不是，因为我跟你讲，你真的是可以不用当兵。怎么了？因为你的头已经超过钢盔，没有钢盔可以保护你。我上次去问你说差一寸，差一寸啊！不要再闹，快冷死了，快点。快冷死了吗？就装了。好了。天字第一版，现在准备装上去。往那里走，对，这边。It's so easy to see that you're in love with me。就这里，一次上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两个人怎么上？两个人一台一架车只能上两个人。我们一起上去，好，我们一起把这个天字第一版给它撑上去，装上去，好不好？好，太棒了，荣耀啊！哎，我先爬上去。上爬一架，这个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哦。哇，哎，赶快引钢下来，引钢下来，这不得了。对吧 ？OK， 好，不能，收上来。来。我是穿反，应该是。那你撑住一下。对。好，一条了。我六条，来这样。你这个怎么样在上面？这个头怎么会在这边？哦，懂了。我说对不对？要那个吱吱吱的声音才是对。这什么意思？没看懂。啊，反了吗？反了是什么意思？这样。要有这个声音才对，对不对？对，要这样。对对，坤南哥，对对对。那这样子的话，那么就是怎么弄呢？这要怎么样头在这个上面？理性一下啊！我知道了吗？我已经绑两条了。哎呀，这样子看懂，真的是。哎，对，这个声音就对了。再来是，不然你去下面，我穿给你。我穿上来了。对对对对对。好，收到。耶，五条了。我们看看它固定的怎么样？哦，相当牢固，很好啊。风再大也不怕，不怕。我们这边就是这里了。我们来照张相。耶！哇，在录节目的时候，自己看到哦。好，耶，太棒了，合作无间。可以啦，太好太好！当然了，这个辛苦的其他的工作人员呢，这几天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们还要再做其他的架设。这只是第一个板子，我们已经象征性的把它架上来了，算是我们这一次2018要跨2019的时候的这个跨年的烟火呢，我们已经贡献了我们一份小小心意，很小小了。接下来他们还有很多事要做。OK， so far 到现在为止成功 ，check。
我跟你讲，现在情况有点特殊。怎么说？怎么说？为什么会到了12月31号当天，你竟然不是在101，反而先来这边？没有一个人是这样跨年跨两，从来没有的。今天台哥负责两个工作，一个是呢，大家已经知道他要在101做这个释放烟火的动作。对。第二个是今天台哥是广义算是台北市政府的跨年主持人，狭义的话是台北市政府跨年其中一个小单元，大概5分钟的主持。狭义的话是这样。好了，我跟你讲，现在不哈啦，先让你抒发一下。这样子。然后等一下听说要进行第一轮的彩排。哎，我很少说早上10点就在彩排，因为彩排的人数过多，最年轻的最早彩排。他也有可能是这样子，可能会先走的最先彩排。他万一没彩到，你猜现在在哪？在这，刚刚备好了。跟各位介绍一下最新的幕僚。希望在粉丝见面会的时候，大家能够力挺木曜翔，完全靠胸 ，OK， Go， OK 的，好不好？好了啦，化妆快点了，切给他了，好不好 ？OK， 切给他。今天要 hold 一个这么大的舞台 OK 吗？我跟你讲，绝对是 OK 的，真的，因为我那天连胜3场以后，我心里已经有底了。你那个是教学模式啊，但是我就是一定会赢的。拿过来一下，找这个吗？教学模式这件事情，谁叫你讲出去？我跟你讲，讲个题外话，台下已经有观众在卡位，我帮你测试一下，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知名度是多少？不要，这样不要，我去问一下。不要，真的不要。有没有看过木曜四超玩吗？有看过木曜四超玩吗？漂亮，我试过了，没问题。不行啊，我跟你讲，他的出去没有什么掌声嘛。有没有看木曜四超玩？你看到没有？没有是吧？没有还不赶快下载啊？下载 APP 好不好？帮我们这个按赞分享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这个冒着风雨啊，直接就来这边排队了，谢谢大家，好不好？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哦 ，OK。厉害了！解释一下时空背景。刚刚台哥已经完成他在这一次台北市政府跨年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去舞台彩排。彩排之后呢，过来跟坤拿哥会合。会合。对。即将展开101这边的工作。哦，我跟你讲，因为我们今天的是一日的台北市政府的跨年，因为跨年的事项相当的繁琐，所以我前面又要负责报讯。我现在已经是电竞打工了。哇，得了！我挑战的是世界冠军的。你有没有玩过那个炉石战记？还没。我看炉石战记，它就是有点像那个魔法 ABC。嗯。怎样？班班交代我说，因为他帮你 settle 头发不容易，他叫我要打就打侧面，不要打到头发。耳鸣先生，魔法风云会了，魔法 ABC， 魔法风云会。然后看到我们后面的这些弟兄们有没有？我们先给弟兄们掌声鼓励一下，辛苦各位兄弟。弟兄的表情有多无奈就多无奈，好吧？好。对对对，我现在赶快请学长进来告诉我们说，现在今天31号临战当天，第一份工作是什么？欢迎 Andy 学长 ，Andy 学长 ，Andy 学长。所以等一下 ，Andy 学长，我们第一个任务要出的是什么？等一下会到松智路跟信义路上，那两位呢来跟弟兄们一起拉封锁线，这个是非常重要。原因是因为你要是没拉好，线掉了，你看我的世界之战，丧尸就全部冲进来，懂意思？所以两位就是做非常重要。讲说是丧尸，哎，他讲他讲，反正一切呢都是为了安全。那我们希望呢，大家这个跨年的民众啊，可以感受年节的气氛，但是呢，一样。平安安全，好不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要开始第一个动作了，我们要去跟弟兄一样，跟弟兄穿的一样。哎呦，谢谢班长，谢谢，这个是今天我们的制服了。OK， 马上换装拉封锁线。
check it out。There is something we need. It's a leap of faith, a step away from the comfort zone, and be a little brave. So take a look around you. How far can you see? How far do you think you can run, standing on your knees? It's a beautiful world out there. Just don't pass on the dare.If you have the will and a moment to spare, it's a beautiful world out there. It's a beautiful world out there. 很特别的工作，大家今天都跨个年啊，在街上游荡，我们却在那边冒着雨，把这个封锁线围起来，为了大家的安全。刚刚讲说，15年来第一次跨年下雨，下雨，好现象。那个是好现象吗？是啊，要发了，要发达了吗？而且又是2019年。要发很久，发的长长久久，长长久久了。我们在那边哈拉学长在那边弄，这样对吗？你就协助一下，换了一支灯呢。哎，换灯了。这个是要插上去吗？不是，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是充电的。哦，晚上入夜以后再放。对对 ，OK。你知道围墙是为了什么？你该不会不知道吧？安全呢？为什么？什么安全？因为怕有很多人冲进来喽，冲进来会滑倒吗？不是。怎样怎样？他先第一阶段这样围，对不对？嗯。第二阶段会再退。再退，最后会退到安全岛那边都不可以有人。他怕那个烟火掉下来，弄到人了吗？对了吗？所以他一定要清场。对，学长，学长，学长，封路的阶段完成了，对不对？封路阶段完成了。接下来要干嘛？我们去58楼看一下，58楼做最后确认，检查，检查了，好不好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其实58楼的松治避难室，我们曾经来过。对，我们来了。好多次，好多次。上次要那个登高赛，对。只有榕树下的老人会手这样握，这样像拿一把枪这样握着一些粮食，然后嘴巴在啵。重来一遍。你在吃什么？58楼松治避难室，请我们来过好几次。来好几次，对不对？上次那个。就是58楼的松治避难室，我们上次来到这边呢、啊，是上次我们在登高赛的时候，观众会觉得跳针，对不对？然后就进去看过。对，这次就是我们整个的烟火控制中心。对对对，你看到没有？对。哎，不要碰，不要碰！这个全部绑的线呢，就是这一次所有控制烟火。这真的很重要，不能碰到，一不小心要，哎呦！哎！看到没有？没有。就是提前放烟火，真的吗？这种我们只有在豆豆先生里面看过这样子，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再小心，踢到也不行。好，来，最麻烦一下哦。对，来，很小心。脚千万不要踩到哦。哎，真的要小心，真的要小心。好，超哥好，超哥好。哎，超哥，大家等一脚。现在先问一下超哥说，等一下在肃杀的时候，就是大概11点的时候，台哥进来这一间，他能够做什么？超哥眉头一皱，我觉得就看就好了，好不好？到时候还可以访问或讲话吗？您说安静的时候我们就安静，你会自然就会安静的。是是是，一个小时前倒数的时候，我们就尽量。保持安静，了解了解，好，谢谢超哥。那接下来就这样了，就只能静待晚上的时刻了，好不好？是，预祝我们今天大会成功，圆满成功，圆满成功，这样。哇，这个哦，哎，是太阳，雾茫茫哎，董威你自己看，整个雾茫茫。记者今天来到101的58楼现场。哇，这个风，我靠，看一下，哎 ，Number 第一号，哇，你自己看，哦，小心，这个小心，雾茫茫，雾茫茫，哇，我们那天只装了一发，现在全部都装上了，这颗是我们装的吗？对啊，我们再次来到这里，太棒了，谢谢师傅，成功。I thought I knew every single part of you. How does it hurt
tearing up the hole inside you. For what it's worth, yeah, I know what you're going through.导播，导播，降音量刚刚好。天，他们一讲就出去了。导播，导播，降音量刚刚好。导播，走，我们要跟你去。升降那边，我们要接上去。要去升降台。巨星要去升降台了啦。谢谢。好，现在呢，我已经这个站在升降台的旁边了。等一下呢，我就是巨星般的，就是一位前辈，他连续使用升降台高达12次，他要教你一些诀窍。怎么说？记住了，你等一下跳起来的时候，脚千万不要伸太急。哦，不好意思，我等一下没有跳。哦，你不要跳，直接把我拉上去的。哦，所以你就只是缓缓的这样站起来。上去以后比较好。我就 pose 了， pose。冬木，我们再来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里还不完，美丽爱。你小心，你一讲到上次，你就一讲导播就下了，你就非唱不可。我很害怕，我在刚好升上去之后，来一首好听的，对你黑不的，你讲讲。好了，才刚才我们丢下你了，我们走了。首先特别要感谢你，对，其实我这样登台能够到后台来，这样子给我帮助，给我这样的打气。登过了300多次，像去年。对啊。对，去年我在后台鼓励 Kip， 没想到今年他没有来鼓励我，换成你来鼓励我，对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好了好了，哎，就这样了，好去吧，快去，这样。我开始。你们还留着陪我？嗯，到最后一刻，对，放手。我靠，巨星般登场，你们要拍？哇，这很感动，哇，哇。我现在只有一个疑问，哈利在哪里？坤大哥，我们孤陋寡闻，我是今天才知道跨年的音乐是现场，现场一直都是这样的。那你能不能为我们观众介绍一些小配合？比如说你唱歌，然后忽然间发生一个意外，是群众太嗨，声音大到一瞬间感动耳机，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的时候，那一瞬间要怎么别音才？哇，那时候就先把耳机先脱掉。欢迎来。一定要用这一招，一定要这样，那是喊你的，对啊，喊你的。来来哥，有，喂，黑人上，新年快乐，准备要狂一波了吗？今天可能不能开黄腔之类的。我是免提醒我自己，黑哥你要挑战世界冠军哦。哦，紧张。怎么在抖啊？我也可以心跳啊，100。好，大家加油喽！辛苦啦，哦。不要教，你头后面的好可爱。Hello， 宣传直接
千金啊，真的。Left at the mall 'cause your mama forgot. I know it hurts.我来跟各位解释一下现在这个情况。台哥刚刚完成了登台电竞的表演之后呢，因为我们这个到下一段前面的最后一段工作之间还有一小段的时间，难得有一个空档。我跟你讲，现在已经9:07，我要看一下我的前东家搞什么鬼，我的柯市长他到底现在在干什么？他到底吃饭了？他跨连夜，明明可以在家休息，他就是要来办公，要来批公文。对，他为什么不投胎做个印章就好？他就可以一直批公文，就很奇怪。上次你来跟市长合作的时候，没有吃到你的晚餐，而且我特地选9:00来，该有可能可以混到放饭，有披萨，有披萨。今天我们到现在也是没吃啊，所以刚好我们没吃，然后顺道过来这边吃一点披萨。而且市长是全世界我唯一看过一位，他是把两片披萨叠在一起吃，为了节省那个时间。他这个感觉上很像这张图片。那我们不要再多说了，我怕他吃完，速度太快。等一下，这一张真的是很重要。你看这一张图片，这小小兵吃披萨了吗？什么意思啊？吃披萨的嘴，看不懂你这个梗，搞了浪费大家节目都时间，你看不懂了、啊、这个什么？小小兵嘴。老魏，不啰嗦，我们进去 check it out 一下，进去看一下，进去看一下。所有的人都下班了，顾问，你看我们的顾问有多可怜，9:00辛苦，还在这里回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市长还在里面，还有一些事情还没处理。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这个现在是我们顾问市长演出的一个紧急直播。现在说情况难得，很少有人来办公室讨债，他们决定开一个直播，证明他们真的是没有披萨，可是在。好，哎，您好，大雄。是小牛，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节目的主持人会主持到一半去主持别人的节目，这边还在 loading， 这是别人的节目，这是别人的节目啊，这是别人的节目，这是别人的节目，
直播中的直播。巨通巨浪。台哥要不要说一下刚刚跟那个电竞的那个过程，你觉得怎么样？刚刚记者问我们的感想如何，现在统一回答，爽呆了。台哥第一次登上台北市政府跨年的舞台，对，然后说是万人淋雨看打电玩，这是多美好的回忆，这个多美好的回忆。你不要这样自己开自己玩笑，你这个回应太高 ，EQ 太高，我也受不了啊！我很受不了，我好木。这样吗？真的是哇！但是你骂我，我都会收集，一起告喽。都没有骂你，怎么会让我们看打电玩？他没有怪你。请问你们有考虑过他的感受吗？不，你们没有。像这个时间，比方说是9:25，你吃饭了吗？你我现在已经跟豆头差不多了，就是有东西吃可以吃很多。所以你现在后面已经长出驼峰了，本来就驼背驼。储存食物在里面就对了。我本来想以为说带着坤达来，因为我们也还没吃饭，然后我们今天当了一天的这个员工，我想说有没有可能吃到？当然不可能了。你市长真的是标准的废寝忘食。我那有几包泡面的，你说你现在撑不住。你要真的，你现在保市场，这里真的你实在是撑，而且还是最小碗的那一种，你就吃最牛花生米在过日子。这里实在撑不住你的泡面。市长真的担心，希望这个市长要好好保重。等一下您还要这个陪着市民一起跨年，然后明天还，你明天早上还去申请？中东路啊，五点，我不去不行啊。对，因为你如果不去申请，大家就说对不对？对呀，对呀，对呀。但是你自己心里到底是想不想去申请？下半部分，算是四点就绕跑了。没有，那是因为上一次中午又跑，不知道跑进哪里。没有，中两个小时。不是，那是刚好四点就不见了，玩忘了。是这样，不然怎么记那么清楚？市长很注意你。今天我在旁边很少懒惰的员工。好不好？所以今天谢谢市长。你要拍第二集，你练好身体再来。我现在回去好了，你练好身体来拍了。哎，你来了啦！你来了啦！啊，我们赶快把时间还给市长。好了，还有一堆时间。电视没有，而且市长还要跟市民直播一下。然后祝市长新年快乐，美女。OK。好，没错。方便方便拿一碗。可以。谢谢市长，谢谢市长，谢谢市长。不好意思。还想换口味。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谢谢市长，谢谢。好，可以。那我们去跨年了。先要去跨年。跨年了，去跨年吧。
来，你这个面啊，哦，拍完了还给市长。刚讲了就拿了，你拿这个面要干什么呢？你还他，他有时候半夜还可以吃。谁要工作还要做到半夜？你觉得我们现在还回去，市长会收吗？哈哈，他的口味选的不错。我很少看到一个市长办公室的一个箱子里面只有四盒这个，还有两桶花生米。我的靠哟，他是不是鸟啊？小刘，面还你喽，谢谢你。我还是希望市长可以那个，我跟你讲，稍微补充。你跟市长嘛，你刚刚这样提不对。那个大雄，你要说我们真的没有时间来拍第二季，这个真的是不行，真的没办法。除非呢，我们可以在市政府里面玩躲猫猫呢。躲藏吗？可以啊，跟市长玩。不是玩到天亮呢，可以拍一个鬼修女了吗？阿公那是星星，不是鬼修女。不是，总比呢？我们要回到工作岗位了，烟火还没放。烟火还没放，市长，祝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什么事情？我以为你要帮我呢，这边是滑的嘞，地上是滑的。我帮你吧，笨蛋，还没了，怎样？还没了，还没了，没有。现在呢，两边的工作都告一段落了。你们刚去干嘛？拍完了，婉转一点，婉转一点。没有，我们刚刚住外面吃东西。对。哎呀，那们去干嘛？我跟你讲，现在整个101。一楼就跟我们刚刚看的不一样，不一样。里面的 party 玩完，人都已经进来了，里面大概1000多人在里面。你们刚在里面感觉这个 party 的感觉怎么样？很开心，开心。还有吃的、喝的。我们是工作人员，我们可以继续。我们跟他们差好多，你看他们两个头上这个亮亮，我们哎。你要也是可以给你的，200块。你如果这个花200块，这样子也是可以。我们可以继续吃你的东西吗？里面有食物吗？有。那我可以去混一点吃的吗？可以啊，去啊。可以吗 ？Jesse， 那个台哥说肚子饿，想要去里面混一点东西吃，我们能够进去吗？有可能吗？可以进去吗？没有票不行。什么严格？我们是员工。刚为什么不让我们拿泡面？科长，面不让我们拿啊！来这，叫我们还回去。鞋带都掉。你现在厉害嘛？可以不吃嘛？好了，那既然你们两个这样说，我们就上去了。好了，那你们好好去玩吧。辛苦了。真的辛苦，真的是我靠！好大，好大！现在都比较有感情。啊！要扣掉，扣掉，扣掉！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我就是想要互相伤害，对，这是一个告诉各位观众说，跨年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碰撞，距离还是要保持好，对，好不好？不，乖，好吧，那这样了，好了，各做工作，各做各的活啊，来，队长，耶。我们现在在等下一份工作，是我们要去安检，把所有的灯关掉。然后现在有一个空档的时间，我们在办公室做等待。现在整个办公室是已经不可以开灯了，没错。在这边呢，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是我这里还，本来这边还有一包的，妈剩几颗，妈谁吃的？哥，我怕有分你一点的，所以我先看一下还有多少。血，我跟你讲，你再来一个，这好像在山难的感觉。刚刚本来有跟市长要到泡面，结果还回去了。给搞，我想基本上就是给搞，没什么好讲。好了，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不要再追究了。不讲。我们在这边呢，再待也不过就四个小时嘛。陈国这四个小时就没事了。
想掉个点滴，你问他们第一关还在不在？现在这个气氛很特别，整个大楼已经安静了。还是你请杨洋上来，我跟他聊一下。他们有他们的任务了。什么任务？你讲，你讲。来这边 insert 他们任务的画面。那我们就静待下一份工作，好不好？先休息一下。剑阁，剑阁西面回报，59楼正中间灯位关，请速往处理，请问是否收到？报告报告，59楼的灯已经关掉，谢谢。You smile when you saw that I couldn't hold back the tears of my emotion. I want you back. Can't let this go to waste. 摸摸看，这好冰哦，这个温度应该这个好冰哦。对，外面的温度啊，我当然知道啊，这谁不知道、啊？我好像不太知道。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过敏，是什么东西啊？对啊，会不会是我们头上的这个灯？应该是，不是，不是。哎、欸，为什么叫？哎、欸，叫了，身体吧，有脚。那应该是没有哎、欸，没有。哎、欸，有，好，是头，是头。这份工作我们能够亲手做的东西其实不多，只能在外围帮忙，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算是一个揭秘，没有任何节目来接过这件事情。原来在一个信义区跨年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感受他们的气氛，这可以说是第一次在我们的烟火重地看这一切。其实我相信台北市民也很想要知道，就是到底烟火是怎么。对对对。等一下，你们两个人做的第一发，你会立刻的射进去。2019第一发。第一发，第一发。Wow.
我团队，辛苦大家，辛苦大家。台北的夜景，你去哪里看烟火啊？舒服，圆满成功，圆满成功。好，台哥，觉得我们今天算是成功的参与了这个2018完美的据点，以及2019一个非常好的开始。是啊，平常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这个工作的环节。是啊，运营的所有的同仁真的不简单，群策群力完成了，因为已经有15年了，所以很多观众可能对这个事情已经习以为常。对，他没有想过是一群人在战斗。没有错，打出了这场漂亮的胜仗。刚好这个时候又总经理在旁边，总经理。总经理有请，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在旁边看到，其实总经理也感动的，就是哭了。我想说，总经理，您给这一次我们2018跨到2019，现在已经是新的一年了，您给个评价，好不好？我觉得太棒了，我觉得我们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呈现，然后让全世界可以看到台湾，认识台湾。不过更要谢谢台哥跟昆达这边的协助，谢谢，让你们一起帮我们把这个任务达成。最后还是要请您对我们两个人的工作给一个评分。是这样子，总经理跟您报告，是说如果说从元旦开始，请您把101里面革职两位同事，让这两位刚好有两个要退休的话，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让这两位补进来？有没有可能？有没有？我想到的是说，我们一起来开始策划明年的跨年，跟他们两位一起吗？哦，算是得到了外包脚本这个职位，非常厉害，掌声鼓励！谢谢总经理，感谢所有的工作团队，谢谢。所以我可以说。一日台北市政府跨年101跨年工作，不，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太多项目了，好不好？对，一日2018跨2019成功，2019大家都成功，永生难忘的一个跨年。怎么样？你说 ，Andy 安排了一个大 ending， 怎么希望我们可以到他们这个一楼的这个 Party 101的那个舞台上面，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啊！101跨年大成功这样子。刚刚是已经跟总经理已经讲过了吗？总经理是总经理 ，Andy 老师 ，Andy 老了。对了嘛，然后呢，也要跟我们两个可爱的温央汇合一下。其实还不错，因为放烟火的中间呢，我们都不能开玩笑。而且啊，通常不是在5、4、3、2、1之后，大家是耶 ，Happy New Year 吗？5、4、3、2、1，大家是很安静，看着那个烟火。等到全部完了以后，像不能这样做严肃的，你是上次被他打死。那你知道我们89楼的气氛超欢乐？你看你去89楼，对，你在一楼又跑去89楼干什么？真的假的？真的。上面很多人吗？超多，多少人？而且很多国际的人。而且我们在里面看烟火，第一次的感受是很像童话故事，因为不是米奇米妮都会那种像迪士尼的那种烟火，我们超像米奇米妮，然后在那里面，然后被烟火围绕的感觉。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一点都不像。那我们像什么？阿呆与阿瓜，他们俩是阿呆跟阿瓜。好了，2019年木曜和乐融融是一个好的开始。2019年和乐融融，耶！来，露达、嘉燕、坤大哥是为了工作，他并不想这样做。他刚刚是空心的，他只有这样，对，他没有碰到，他是这样。而且我刚才假笑。好，嘉燕。我是真心想这么做，关我屁事。好了，登台，啊，登台啊！快点，快点，快点！
今天这个实不相瞒，好不好？一日一零一跨年啊，可以说是今天市政府协和的跨年。欢迎坤达，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这次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 Andy 学长，是从头到尾来帮我们促成这次的活动，谢谢他。当然，最后呢，还要祝福大家2019年猪年行大运，好不好？祝福大家！所以我们这一次呢，一日的系列呢，可以说木曜试穿完，2019大成功。At night, aligns all the shady features in all our empty worlds. Behind the scene, they're picking up the pieces of all broken hearts.But I believe in coloring the world, gotta holler to be heard in time. We can fight back, ready to go right back. To the sky, to the moon, making my skyline brand new. You, oh, oh, oh. You get my heart in trouble. Make a beat, sing a tune, giving my life接下来这首呢，就是让大家温暖一点，在日本的一休是认识的，这个拥抱，这个拥抱，一休两个字，小七个一组成的，再加上今天是1月1号，耶，我又回来了，这样加起来是9个1哦，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跟你在一起一辈子。你愿意嫁给我吗？你如果不嫁给他的话呢？他就嫁给我。我愿意。哎呀，坏男生你去了，我来换他了。